生过敏很严重，常常大概就是365天都在鼻塞，然后会有鼻子不舒服、鼻塞、流鼻涕跟眼睛不舒服的情形。上班的地方感觉又比较好，可能是因为上班的温湿度有控制，然后加上公司也有用空气清净机，感觉鼻子也会比较痛。然后这台让我很惊讶的是，它可以很安静，不会影响到宝宝的睡眠，宝宝也会睡得比较好，空气又可以很干净这样子。